农历的7月17日是元中长老华诞，同时也是梁皇法会的圆满日。农历7月17日是元中长老华诞，也是日月禅师盂兰盆法会的圆满日。僧俗士众远从各地前来祝贺。今天是我的母难日，我不是说母难日我在做生日，我只是抱着虔诚的心，当然老母当时要把我生产出来嘛，一定会很痛苦，我就代表来向十方诸佛菩萨来来祈求替这些十方诸佛这些护法居士因大家平安消灾吉祥所以今仔日嘛会真济人回来祈求参加法会我今仔日呢就简单办一个受斋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供养咱遮个所有出家在家的信众大家伫遮共同广结善缘十方法界卫星电视台董事长黄立淑协同总经理与公司同仁一同前往祝贺元中长老法体康泰。祝福你安康法轮长转。元中长老开示，借由自己母难日与盂兰盆盛会因缘，期望四众弟子能齐心诵经忏拜，解冤释结，让六亲眷属都能往生西方。十方新闻黄慧茹、萧瑞峰高雄采访报道。